人。你怎么上去的？怎么下来？去买十个鸡蛋，一定小心，千万别打碎了。Okay, 快去吧。十分钟后，买回来了呀。你自己把这十个鸡蛋都吃完，别偷吃我的吧。和闺蜜聚餐回家后，老婆你辛苦了，平时都是你来做家务，今天你就负责好好休息，全部交给我。不对，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你俩先忙着，我去换件衣服了。怎么看的孩子呀？回过头去。你去买点大虾，晚上咱们做大虾面吃。好的。他和晚上一样去了市场。我买虾，大虾卖完了。我又买毛巾。你到底要买啥？终于回来了。没买到虾吗？买了。我先吃一口。哎呦我的妈！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很听话的宝宝，无论我跟他说什么，他都会对我说好的。然而今天也不例外，一会儿家里来客人，你们赶紧打扫一下。你来擦桌子，我去扫地。男的先。你不是扫地吗？怎么还在玩手机啊？老婆，你别着急。